然后我们把这个水箱打开啊，这是一个清洁刷子，就是洗滚筒、洗木桶的时候，这是洗涤剂的这个手柄。我们把两个纸盒打开，记住注意，这里面有一个赠送的一个海帕，然后这是一个赠送的被备选的一个滚刷，这是赠送的清洁液，这是我们的主机。取出来以后，这样我们取出来，取出来以后把它卡上去，这就可以直立了。我们把这个，就是这边朝前面，对准，稍微轻轻一按就 OK 了，稍微提一下，这就比较牢固。好，这样机器就安装完成。然后，这个里面还有两个纸盒，里面放的是我们的充电底座。充电底座，这边有个它的电源适配器，插了插座以后，这个适配器头插这里就可以开始充电了，OK。